不想费妈妈如此固执，不知这千金阁名号千金，又有多少金银可供折损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幼阳爹爹前些日子闹了贼，您这千金阁恐有贼人混迹其中，官府近日多有忧心，势必要追查。不知您的千金阁还能开张几个时辰？ 费妈妈又要损失多少银钱？到底是什么人？那女人已经被赎了身，横竖这张机器你也无用，高价给了我们，岂不是各自相宜？哎，你说这前厅怎么样了？他们不会欺负我姐姐吧？别怕了，有消息小偷会来通知我们的。哎呀，哎，你别走了，你一不晕我都晕了。哎，啊，他们孙家不肯和离，咬定要休妻。啊？ 常言道，七年无后方为过。我儿嫁入他家，如今不到三年，为他张罗妻妾的事情就有十二三。满县城哪家的正妻为婆家这样张罗妻妾的？你有什么脸面说他不贤不孝？就二十二三个，那不也连个蛋都没生出来吗？ 诸位族老，如今万事他有了身孕，他就应该低下头把人家请进门，好好相待。可他呢，竟然背家而走，待在娘家不回去。这样的女人，要来何用？好，既然如此。 那就娶母留子。这不可能，花娘她有了身孕，劳苦功高。你家女儿若是不答应花娘进门，那就只得我一纸休书，下堂做个弃妇去吧。住口！我盛家绝不允许娼妓过门做妾。 那就等着我写一纸休书吧。这群泼财，这不是要毁我姐姐一生吗？啊，他家穷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，房子铺子奴才全是我家给置办的，这太不要脸了！哎，怎么能有这么不要脸的呢？夫人也是你家置办的？啊，当然了，他家什么不是我家置办的？就连他当初读书束修，那都是我家给出的。 常屋哥哥在吗？在正堂呢。正堂。嗯，那你去找贺家少爷，让他去西侧门等我们。去叫马房喂马车，但车不要，要马三匹。好，快去。帷帽。帷帽。常帷帽，两顶。 你要帷帽做什么呀？说不定他们孙家纳了什么东西没拿呢。什么东西啊？集器。集器是什么？无论是买家婆还是聘妾，都需要两份文契。啊，一份是户籍契凭，另一份是卖身契。你不是说孙家没用过仆人吗？啊，我心里想，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规矩。 那他肯定不知道，就连我都不知道。我也是做了管家之后，过手了文书才知道，卖身契他们肯定是从千金阁买的。但是花娘是寄户贱籍，籍契没到手，光有卖身契是不够的。走，咱们去千金阁。疯了，那可是妓院啊。
要不要和离？走。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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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糊涂啊，糊涂！何止于救到幽齐的份上了？为个长门妓女，你说这话可是亏心的。花娘她虽身陷青楼，却出淤泥而不染，我岂能负她？你们全都是贪恋盛家的财势，在这里颠倒黑白。小龙哥哥，你去清明阁去找你们管事的妈妈，就说如若花娘的奇性还在，请她一定带来。必有重赏，我们在酒楼的雅间等你们。有酒喝吗？有，进来看一下酒吧。哎呀，酒吧！行不行？休叔，你别想，只能和离。和离？谁要跟你和离装门面？我只写休书。你们就是想要休书。还得把我们家里的铺面、银钱、奴仆都还来，我儿子才肯写呢。那是盛家的嫁妆，她既然嫁入我们孙家，那生是孙家的人，死是孙家的鬼，这些东西自然姓孙。什么你的我的，那全是孙家的。别说是正妻，就是贱妾入门，自己带的嫁妆也是自己的物件，即使是休了、死了，那也是娘家人上门来领回来。你们若想要钱财，上京敲灯文鼓告御状去吧。娘，你们不想还我们家的铺子田契啊？好，好。那就等我们掉头就回去，娶了花娘入门做妾。你家姑娘爱做那正室大夫啊，就让她守活寡吧。妈妈贵姓？已经很多年没人问我姓甚名谁了，免贵老夫人姓费。您请坐。今日请费妈妈来，是想问您买下花娘的吉气。姑娘以礼相待，我便不好诓骗姑娘。只是这花娘已经被人赎了身，说是要迎她做妾。姑娘说的那个单子，也就作废无用。费妈妈，双倍加吧。姑娘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你总得说清楚了才好啊。三倍如何？这也不是价钱的事儿。不想费妈妈如此固执，不知这千金阁名号千金，又有多少金银可供折损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幼阳地界前些日子闹了贼，您这千金阁恐有贼人混迹其中，官府近日多有忧心，势必要追查。不知您的千金阁还能开张几个时辰？费妈妈又要损失多少银钱？到底是什么人？那女人已经被赎了身，横竖这张吉器你已无用，高价给了我们，岂不是各自相宜？
费妈妈可有头风痼疾，发作的时候不仅疼痛难忍，还耳鸣如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头风不能根治，但是我为费妈妈施针开方，至少在每年春秋之夜可以安枕入睡。